怎么了？你都淋湿了。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，我要去留学了。好棒哦。那几时出发？我们什么时候要分开？暑假中。怎么啦？啊，这样我们就要分隔两地了。我怎么没想到？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机会吗？要好好把握啊。那，别犹豫了，加油。可是归期未定，我会等你的。嗯。距离告别台北，远赴法国的日子越来越近。忙着准备各种资料的诗云和刚升职的穆德，又是好一阵子没办法见面。他说要和我分手，他要去航海，没办法给我承诺，要我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什么？航海？我想他是不愿意耽误你吧。可是我真的好爱他，我说我会一直等他，他为什么还是不要我？要是他不回来了你怎么办？放手吧，这样不仅你会变成他的束缚，相对的，他也会一直束缚着你啊。我知道，我也希望他能勇往直前，可是就算知道，我还是觉得好难过。谢谢你陪我，和你谈话后我觉得舒坦多了。这次恋爱让她变成了可爱坚强的小女人了呢。我会等你的。离开的人是我。我出国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不知道会不会回来。如果我不回来的话，穆德怎么办呢？他在这段时间会有什么样的遭遇？我们会变成彼此的枷锁。诗云 ，A 子怎么样了？桌上的东西要热热再吃哦。你的护照我今天去拿回来了，要收好，后天要记得带。穆德。好吃。 A 子变了，才一个月没见而已。只要是人都会变的吧。菲菲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敢保证，我却一直假装没有发现这件事，而利用穆德的温柔让他等着我。我这样是不是太狡猾了？我没有自信能够给穆德承诺，可是我又不想放手。原来我只是个自私胆小鬼，我讨厌这样的自己。